有一个老婆，她问她老公说了，哎，老公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那么什么是成功之父呢？丈夫斜了她一眼说，啊，每当我们去买东西啊，每当我花钱帮你清空购物车里边东西的时候啊，就叫成功之父。成功之父听得懂不啦？成功的支付宝，支付了，支付东西了。老婆呢悠悠地看着他说，你不愿意？求生欲很强的丈夫马上陪笑地说，怎么可能呢？老婆花老公的钱自古流传的，你看这丈夫二个字倒过来就叫付账啊。